哪儿？阿布奇阿布奇，噼里啪啦碰！从前有一个叫武松的英雄，赤手空拳打跑了一只大老虎。呵，武松真厉害，他是怎么把老虎打跑的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阿布奇阿布奇，噼里啪啦碰！唐小鸭，看，是武松。好酒好酒，掌柜的，再来十碗。客官您看，我门前的招旗上写着什么？三碗不过冈。对，小店的酒喝三碗就会醉倒，从来没有人能醒着走过前面的景阳冈。别说三碗，三百碗我武松也没有问题。快拿酒来。客官，您已经喝了十八碗了，真的不能再喝了。哼，不给就算了，走过这景阳冈，我到山那头继续喝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客官，景阳冈最近有老虎，官府的告示上写着呢。哎呀，告示被风吹跑了。告示上说，景阳冈最近出现了一只大老虎，已经咬伤了十几个过路的行人。官府提醒大家不要单独上山。哼，不就是一只老虎吗？我武松不怕。呀！哎呀，武松有点醉了，我们快跟上去。别吵别吵。哎呀，武松真的喝醉了。嘘，那边的草丛在动，是大老虎吗？小半龙，真的是老虎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快找点吃的把老虎引开吧。老虎喜欢吃肉，我们用牛肉引开老虎吧。我们用牛肉把老虎引开吧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试试再扔远一点儿。哈哈哈，老虎上当了。老虎被引开了，我们成功了，你真棒。小半龙，老虎吃完牛肉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我们要赶紧救醒武松。我们请小伙伴来帮忙吧。乌拉拉好像来捣蛋了。啊，乌拉拉大侠来啦，嘿啊！果然是乌拉拉，跟我一起喊乌拉拉别捣蛋，乌拉拉别捣蛋。啊，怎么都不开心了呀，我还是走吧。灰尘总算散光了，我们继续吧。我们一起来叫醒武松吧，跟我一起喊武松，武松，快醒醒！武松，武松，快醒醒！跟我一起喊，
武松，老虎来了。我睡得好好的，干嘛叫醒我？武松，老虎真的来了。哪里来的老虎？你们这两个娃娃可不许瞎说。真的是老虎。娃娃们别怕，有我武松在，老虎伤不了你们。我们来帮武松打老虎吧。我们把老虎引到灌木丛，武松就可以从背后打老虎了。请你找出灌木丛，我用魔法把老虎引过去。太棒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老虎过来了。哎呀，武松的哨棒断了。看，老虎好像越来越生气了。娃娃别怕，我绝对不会让老虎伤害你们。可是没有了棍子，你要怎么打老虎呢？别担心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点一点我头上的叮咚鼓，它会帮助我们的。武松，对，他能打败大老虎。跟我一起喊，临危不惧。临危不惧。跟我一起喊，奋不顾身。奋不顾身。智勇双全。跟我一起喊，一往无前。一往无前。老虎被打败了。武松，你太厉害了，喝醉了力气还这么大。光凭力气大可没办法打败大老虎啊。我知道了，还要勇敢镇定，开动脑筋想办法。你这娃娃说的没错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赶快下山吧。武松靠着智慧和勇气为民除害，赤手空拳打败了景阳冈上的大老虎，山脚下的老百姓敲锣打鼓，载歌载舞地举行了庆祝仪式。武松成了远近闻名的打鼓英雄，大家可崇拜他了。